夫人呐、啊。是的，老爷。这是糖尿病的前兆。明明就是你顶我才跌倒的。说你儿子是妈宝，我看呐，你怨宝。妈宝，我才不是妈宝。我问过我妈了，我妈说我不是妈宝。我儿子是暖男。现在开始，正式雇佣你当我的保镖。4月15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东森戏剧40台，罗琳雅塑身衣姐妹们追吧。